王伟聪到哪里听我不知道那个的进了赵伟根刚刚唱了黎明酒而我心目王我认掉了你讲了的德气这魔王整个跌倒我心喝那待遇我昏迷这高火这么小他们也你姑爷等我到扬州来的人光了你老米听听会不我气呀、啊、哎你气我会气怎么今朝的重视要重视轻视要轻视还有我的权利可怜各位的李明金我认掉了官官为个亲一生当得起无亲盼望有人救我为民救命救命害你为生命救命啊救命这个故事呢有人来着那么那个是说你滚滚爸爸听到见明牙声听到多听抬头起面哈那边真当你啊日后你要敢想啊我来要说三号龙井抬头起面嘿老中共军来的这时间小弟压来的我街上李文静的好当一个我突破老中鬼你年纪比我多多个时期比我多因为我第一个人三线的镇邦中生两个人需被李文静了一个要当原因这个中时期到现在面谁叫我是耶稣来有老中鬼晓得这个张军那边绍兴整理我开启我你要离婚见人的家这哪个办李文静啊调调其他的考考了五千来说的其他不亲大爷我想来拿我托这个双份离婚租了个份就分了份到底瞬间一我那还是有人帮听想啊啊这老教军来的啥是老教军说明大爷吧哈年纪大的人呢在那破细节不像哥哥一边打莫老呀起初在错来人为错你今朝摸我老哥你商量为真下班何良清楚我要骂你莫怪你这个老傻毛驴莫跪太无情你欺凭夫商量心莫悔呀莫悔那你下去再这个人方总是两个为师对我家小巨富呢啊想当你的为官不亲那时你为官不亲天空王良时代你万岁晓得
把你血子为民甘露勤劳，幸亏我家的老爷年关清真，与你同道好友，保你乾坤王粮满秋，勤劳给你享救了你，满身弥补的钢琴成就给你恢复原则，那时候你无人可保，却把你三岁的女小姐终身许给我家小鞠躬。我老爷获得王位以后，小鞠躬家遭危落，苦取文章，你即使不救倒也罢了，许敬你向七品二府投来风雨，莫怪啊啊啊啊啊那么老祖母越过越气，才说了不起，把我给全兄弟给我杀了。我要与李王高兴成立，我来去了大下山公公园，我今天凭着两分要赶去了，我先问问问老爷哪里的哪辆车上年就不住你的啊，那我不老哥拖了的那位青年，老哥喉咙要干响，粗的要干忙啊，来大家你关起来，三天的公比起来大家比我身为哥，老爷喂，宋家侬我啊不必喜了，然而爱心爱王都红色，是啊，如果是老哥，我心要的是你的，但莫忘要的，你呀他，一路来迎着。沙街门口到来为你，我心打开沙街门，我往那西一个外个喷，对准这位老中为官啊，屁股背里一波蹬，我不知老哥，还要听我声，好不我西边一个，强去的皮夹的过去呢，这么些长多。我的总管爸爸年老体弱，毛病沉重，哪个去了像一家的呢，我的总管爸爸黑不隆冲冲就进了沙县，一生是文化老将，一名神王，老总官上了命，我心到嘞，哈啦啊三位你，哎呀王爷，早些多年啊，你太谢谢，这人我，这官司赢，总要洗个人，这人老总官要洗的李文金高堂进我们了，这人要毙命啊，哈，要毙命哦，这洗的。我倒要洗面皮子哥呢，可是他地名我说还没得过啊，因为我不白费想个爸爸他病，当我们老家做不起来帮我找爷叔啊，总叫老家肯不多情呢啊，白费我死人爷啊，王啊因为想爸他病，侦查要举兵，十年要没可金山门在黎明为金啊，一张尸体也没要紧。第二个，好吧，咱们待遇问在我到底，黎明金我去考考医生们，顺着。
将军要么你呀命为君，李明为君你既轻轻那西亚里听到了中国爸爸也总领撒给你的七亚冠军，所有三张兵两队本军做人才是为个人，老母为他为亚为君啊，定要相接中国为民，要吴大人把中国爸爸放出来，我就答应太分拼了。哪种啊人了，就是个性大的，心情不肯走，到等了托雨来临的。好，你那我师傅了答应你，答应了也好，不行我吗？把老人给我放下，这时间把老人放下来，老子跟西洋的一样，这哪个办法？你要我的，这叫老人干生在我。可怜这位李文君，只碰掉了本啊官位钱啊，莫老爷下去立身贴虚章，本君暑假考难立身贴虚上面落英考出的落英，好好但是我年穷志不穷，你们我肯分我花文林哥没难安要靠前好吧，一分天虚皆落阴，不争得比如来呀云，不拿当了这个他得么和那叫和那当，我林子吃可不好双人，我来说是为难人呀，当大人去呀，那一年的谁个去啊，哪能一生你要希望你还不能拿书不张，我当心的绍兴府的我命高你一张，李文君当心高上压同心唱那个头在表林啊亲，要唱给我那个莫心下个人李苦哈拉官官为亲啊，老爷你叫死非分，老爷喂跟我还比这些个你年轻无论的不是好朋友，但是这次每天还在我先唱多些个哈，但是我来你白宫给别人说全职白弄的快把这个套牌的把子一个老中国呀打开你西凉的好，我要听到不就是我们你们别在乎笑你哈哈哈哈哈哈，等一那你接我拽来好，李文君听到有魏正气正说叫金开两难，想了想莫非是有吴大人为心准一了，中间哪能正巧肯分我何那当何那莫何那雕，还是我宁过穷之苦，正为了老莫你有我的，李文君从今往里的这魏正气李文君我听到的来这位的君勇武大人嗨才是你的勇啊，君不是我的勇，大家让我这么没文君啊，这是为妻儿无依无靠两个做做人呢啊，我去一下第二年的明空高的满子留下我绍兴莫府里，从此以后给我做名家人，那你意下许何呀？但我做家人，你真是梦想，万万盼不到，可真的你想走？可怎么每天都靠这边走？怎么想走了？怎么别走来呢？
我心老色那但有我闺女第一次离婚就脑壳的听见不啦在京东东去呢啊省级都能考的那个省级姐姐考一步考的那个姐姐好阿妹我在哪里今早没什么户阿妹是在高中为所有晓得我杨泽里面真是那大型的户里我人叫我中国爸爸所有不问今次的一切切实体要靠我是咋里来了我们能够是我聪明人的口气眼一亏但因还接你如果对于模糊做个人想要的心那是出来比好日子因为我从你小姐三三进去到底小姐哪个长哪个灯哪个碰哪个色哪个像吗我甚至梦里都没有见到过宗教模糊里做了个人一上十九我要咎由自信积极给为小姐我要把左边的说我就我我领情把你小姐给我学我洗了一耳还比心中明白想到这个地方但我就答应拼了答应了一下来下期马上问起不要不以命为心从此也就叫杨泽里我来了解释句在分在哪颗宁国的心里我叫心思当得来不哪个你个心术理智样子的爱乐起来永生永世不能这次得为大讲这里从今早起你就到许冠里我是二位少爷真晓得从此就为李文金一个送来我啊地位的心早本托的是中为的心两非都要把嘴啊真希望给你来这位金啊我日少呀难小心请二位少呀用相迎他大人哥少爷难当的啊这小老公心的底气叫分跑朝向家但这里年龄师傅去洗家洗娘苦的但这呢这周林峰还是要听啊别下里少爷因为我心事重重望少爷多多原谅少侠心事干重啊我称下把微信上的伤害不能哭泣来我打出来就别找那个多了他能一颗啊我头来说干跑啊你要不得你不顶人了婚礼文经理忙得的罪了眼睛是流了那个眼光就轻轻一哭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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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少侠不给我姐啊啊我老婆早跑了我哭啊哎哥咱回来了年龄包装比十几两个了我们顶在顶我顶你这个两兄弟没名言了需要命甭管了啊你还会给我拍包装给我拍我们顶在顶我讨了娘这么多老官把你带回来了我举动哼叫他闭了气把李文静拉到这里小老公学可以了杨泽里说辛苦我我才打你今早就难了你要打你这边苦啊你一定不能披着席子苦怎么来的啊各位少爷那你可等我我是有打你小心少爷在上天我也苦中刚明为情
扬州里是何为人？不离的女汉扬州走，爹爹来到这个做官人，家里我们伤心才伤心，爹娘早早命归阴，家早为了苦受尽。丢下个神光顶孤清，下季就是那杀心。门上遇到大雷林，我打杀心来得为情。官有他不敬，王恩为你起兵爱护多拉威。你把我红喜来相迎，把我贴出门啊外等啊，我马心莫虎，做个为你，少爷，那谁人对我好？我那个幺五七零二五拉被我老模样捏捏了，老模样捏捏。我老公是搞不定社会开的，耶！打财富哦，哦，我打分两百点，啊，你们可等你啊！那我扬州人哩，我请哪个妹夫啊？扬州人的，这八千还扬州人爱酒，现在扬州到这八千个绍兴的爱酒，谁个手里也不足？这个，哎，各位，我去了没打？哎，你去了？扬州你看你去了？这德嘛德后边工要步入进来了，发现这个哪个朋友是绍兴人？这小娘啊，这七平二虎呀，哪会成个绍兴人八字啊？我出来叫绍兴人想绍兴啊的快事。我姓王，某人找光叫你，叫你只要女人各种啪啪劈线的了，叫俺在哪方面闯子下山。绍兴府的我们送进去，老爹的左三爷母亲那个杨氏，这西爷李文静心想我正朝我逼逼了，跟他们靠打我，我先叫他进去个，像我到别的石头就跟你，这个我去呀家家，你再真帮家会帮我个，这年轻别靠的别当，这西子府的个，帮我了西爷。各位少爷，他多多原谅，我是寂寞的了。俺个将军交关里个，这小老官提到来这个就挺气色的。放下，这那个杨少里哪里哟？怎么去那个人在马康这边找找人在等台阶的钱？诚心帮忙，你寂寞，老子怎着呢？就听俺们去。今朝是次年。啊，绍兴莫府两个少爷叫我那长宁叫绍兴府的大人去进啊得等两等来了，那长宁是多什么太平小说知道太平好的西平也会要拉费，这中华良心躲在工位靠上面彻底都要带下来了。好了，我那今朝我们要帮一个那你好，你们听心里想比如俺我拉的好还是个机会的。二位少爷，如果放过真我，那靠我们来的人，他在扬州里这个，把眼睛他去眼啊，反正我在等着啊，啊各位保证了嘞，所以我指望俺两兄弟帮忙当当应啊，好吧，十二个的都比雷人靠中来的。二位少爷。少爷呀，我扬州里是啊何为人？我的女汉扬州为个真，三日名叫李文啊金。我今年个年方才得那个村，弟弟名叫李天石，今年是官位个清官又啊得真。娘亲正是老恩人，爹娘不生多男女，但是我小心托单位的军，可怜我们伤心才伤心，谢谢那神光，爹娘托人啊多啊伤命，
一张大户少家门，外官家在火灰那个城，苦于个文章是苦呀心，健康呢中官不把那个跳葱马菜做做上一斤，把我抚养来呀人民，是因为你有些节气好劲，有日把我们清天下大阳泽镇，当忙杀心来的为个亲，我同宋官不把那个两个人，一路之上是苦心的，你有年纪大杀心，我府里的来得亲，把用西兵爱护土拉为非，俺能要我离分开许结色因，说我我不得应，我的母亲王两个人，母亲掉了衙门，老总官当大卫兵，要杀给你的七百斤，为了想接总官八百个命，我答应了离分开许结色为因，老爷子肯不我回家镇，要我安安移民文心做个人，说我我不答应，当上衙门命，我从六七年一块答应了移民文心娘这里，我是那个少爷两个为人，少爷为那本金出地名原因，我句句说我不是为真啊，那爷爷我苦命为人，那么谁个有我们在和李芒举了去空火要当啊，啊当我们来个那些我当当时不得说来的人家两兄弟李芒得罪正在西街，啊西个没胡拉嘞，有个消息是哦，都冲出来我死啊，我等会去摆了我才想表白了才想，那有那么多官员哪里哟，还有我冲出来了，有些五十年是你冲出来个我死呀，我也那个张英说明是有两个的快事，我用他刁你年龄不长皮三个老干的什么三年，那些刁些人去脾气不长，那我嘿那想拉我起兵一会拉分中瓦良心呢，我来工作靠着车皮到台上来，那我有啊把那么车皮带一次靠，而且这个刁呗那到过去清楚了分刚有了车点了，他能不能刁我的，好我想等会把那工你奶奶就是哪里去了，你去哪里看着来你个家，好过我再补一起来，好呀那你看梅长来啊，那么记得了梅长回来，你起来梅长，梅长说说说说说你不等你我个我妈不说这个梅长说梅长说到过去浪去啊，多了过几十个多的这一个梅长我不好咋了，我梅虎梅虎给找去找给带找的我个梅虎哎，那龙珠上你还过了，来不能买回去一个接着李林军上手李芒把头接了，晓得性格比起巴萨没去压磨了，这何方了这可可大的小心躲大的，一百多还能去无心无了一日清心的哈，我们也来演他一个梅章一个叫我梅虎，我从你是个靠无动一日啊，我生高外生地我好老的谁是了这个家，多谢二位大姐梅章呗他引不出来的，他两个姐一心心要做露天大姐大姐，没人啊来人啊不去为自尽，要多多原谅他两啊各位人，没人啊一生从此有那个黄昏为个心，这人啊个兄弟两个人都是阿伯爹来说为生，那都阿伯爹两家为个心，阿
不得个骑兵爱护杜拉芬，啊，兄弟两人也好为个心。是我那个妹夫相信，托俺、啊、爸爸嫂嫂的许文，也俺、啊、兄弟两个人不抵着送门讨的微信啊！我是那妹长一个人，妹长，从今早起，我那兄弟人爸爸的许，那么两个兄弟多做多办多，今天的我是喏，李仁杰。听到读书两个字，一生之中求之不得，仅仅喜欢的事情。多谢二位大姐，我晓得先生肯不肯收留于我？哈、啊、哈，俺妹夫那杨生又没动静了。俺、啊、那个先生啊，是俺绍兴天命啊无奈女人，姓金叫金先生。我说的，俺、啊、不记我姓来，谢问俺、啊、先生。那两兄弟的脸孔请舍了妹夫读书嘛，我们成家一先生我脸孔嘛，那请舍了妹长读书妹，我们爱出生走。弟兄两人起钢琴，金先生这个妹好为你，听到两兄弟我金先生一想，我到这个扬州的个人啦，当了眉清目秀，朝暮相迎，不正文是几三何四人，把扬州李天泽大人李天官之子，向李天泽大人来到人光为官请求四点重量，重量二点老伯有难，我作为先生为首，还有何人受留？那么金先生向拜了徐王门，精心包裹，到李文清读书做文章。李文清来了聪明流量，正说叫先生一高桥东一千桥为五目为王，这么好富为长。他们那个大姐凋零为个亲，啊，魏文正那个唱少人，要唱莫姓个小姑娘，表表真真双良心，给你报，你到来那行，为说行我这个李亚文清，东早早西行进，徐王明却左邻为亲，扬州里来大多徐文，哎哟，大多徐杰。那么就是是得多的，我不告诉老亚气。我姓郭宁，我听高的家是非呀本。老亚街上，我没姓客的老亚伟，杨泽林，杭州徐杰妹，你此话当真啊？老爷，我去年请到过两个少爷嘛，先是少请两个。大少爷，一人杀着；二少爷，一人当孙。好，那还了得？不行，哎，把杨泽里分到大厅，我要他性命难分。老爷，我也是的。杨泽里不能奈俺所为人，怎么来到徐王门去？杨泽里，老爷我的儿子啊，大厅顶上其他来夸说，啊，我李元金不听老爷叫，竟然不当天吊，不。不好了！不听老爷把我叫。
要给我三碗老泡，上街下不是当来银子家，伤心他家的身家。大姐，别叫我虚弱子哈，咱还有人比长呀。妹子，咱老师去哪里啊？哪个不点山啊？不点羊啊？不点土地的机关土壤，土壤的机制为重啊！我都也是我，你干嘛去？还不要没让你说戏？真的不会跟老子我？真的，老子你要去亏的了。那叫我了，我是少爷啊！不得凌空翻身，我不相信，我何必搞大？啊，掌握一个徒弟，你喉咙响，你就要安。那叫我能去能去了。哎，明好的，哎，明啊，个家，对不对？哎，今天来了真多事，哎，别不如我好我吧。大姐，要紧办的，咋要不我来个呢？我叫你考考大，一定来。啊，你考大，啊，是都关门拉你个。怎么样？你好。晓得，李文君啊，心中有天，大道为天。老爷在上，两这里客气老爷，你请几品，还给什么？老爷。我是王立之民，在许过我是二位少爷吗？不，你真好大的胆！今天老爷你是谎，难道你不要命了？那我要白水波包金，得罪李文君，事故凄美。李文君还来叫你皮个拉倒。老爷，我真的我是二位少爷。朱老爷们相信请问故少爷为真吗？难不问君谁个有我们今朝莫了要把包金回来的。嗯，这个跟我少非干我平日人光我叫眼睛突出来脸孔绝为春心，今朝包金不了还忘了我是少爷。这一毛老爷三毛好批了呢，因为李文君是四娘的呢，今朝第一次讲啥我，莫那要相信伊，绝对是讲啥我人。大家的莫心不出了他们捉弄伊了。好，但是我今朝你要亲自去到，且鸟你这一次，从此以后你真的这帮虚妄精粹，还要不像我一样，我不到二佛院挑事搅和。天煞八方的晓得，从此各位李文君二佛院终身苦为心，心想静静下几位个人，把火的高的来临啊临，下几呀我为了你，我愿呀呀打杂心，我为了你上等人做好的，为了静静下几个人可怜我，眼里是都有机会的，小姐呀莫非那爹娘同样心，莫非你心里归望那自己，我何日当
八月那年来三星，后边的个是我在那我命啊，我起的可怜怕毕竟唱歌的表个金，三位唱歌为李文金，不服我的人来领领家唱，你下季莫有为个真，王家里的来若为定啊，年来往往多年文金。那么今朝各位，你下记了王家里想念李文金，李文金不活的高头想提起下记，两人一两平根。下记人一直高头来所谓的天，红日隐隐照沙场，便我心中想李郎。李郎呀李郎，不知你到我家的亲，思想起来好不家奴外名单。夜色灯开鸳鸯唱，但自己路上引人来往，男男女女都成双，别有奴家好悲伤。我家我有你身光绪风水佩服是金冠子子里本金，我与他两人同年度同阿根大许金，男长女大热得成，可怜我你呀太累呀呀得望断秋色相思呀生，何日到我家来得亲啊，夫妻恩爱过，光阴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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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好命苦啊！那么你下去心里外面，而两个亲心恶的青花我花哪里来这来这，小家伟那青花我花有日关照，为下几心中外门，因你们两人到花园采花让人，小家伟我能我心里关门，好事佛心二两多了不开心开心吗？那么下去咱们下来走。
大王下级的子女，急急忙忙下了营，营姑回廊营园顶，花园内里来走进，听花姐姐。我和妹妹呢，一起的来去分享，花园红光一片亮，大翁流落迎红阳，是你花草那红阳。一幕来打入街球家，为古的来去分享，金花姐姐，我和妹妹呢，始终的金玉是光照，风采里梦的你呀，一滴鸳鸯的雪上飘，无心平壤平阿爸娘，丁武家日迎人下，下下望得青阿拉爹，我们心儿想多家，喜鹊家来打你啊不强，玲珑高山青藏高，高山旁边种啊不家，这户高山别弯弯顶，把火台地以香为情，那么请火火把把火这个营里面请的有两个人，拿到那个是少年多下鸡情分我的大雷呀雷，前头是吃酒，后头叫好妹，吃酒好妹两个人一路迎着来单位里，在屋里要谈钢生。小头去几位，好妹妹妹，感兴趣呢？谁人啊？大姑爷哈，跟你生个老爷做甚？大姑爷来，我八里八二生了。哦，大姑爷怕得才大，都是上帝给我力量了。两个二姑爷个穷鬼来不来，做也不做。这回来就俺们养着穷出来西边去了。那么让我二姑爷穷鬼，给他听火火，听了交关情商，听火姐姐，我和妹妹。阿妈你姑要穷鬼呢，老年人老我结果滚过阿妈这是刚怕我了，阿妈你下去我的还两波紧我如何别好别去好吧，我和妹妹们今三年我佛地里多紧了，结果去了就走过了白白的几个来了，那么请佛我的佛地里把多紧了，小时候给我带走在那个医院里面请佛多去接的了，瞧瞧别人搬了搬啊，这个去你到我们那边搬进了我啊，你还叫我住你儿子，我住你们同样住来的啊，同样住来你要跑了，哼，那我呢我有我的儿子，我穷鬼了我的膝盖要出来搬啊，好的好的啊，我本人挂穷鬼我拿不好的多少，哼，就好的多少，那么老姑爷大兴人家辛苦有名的大人哥，那么你姑爷穷鬼两个来抓我这样子穷乡的，好的好的啊，我一个人告诉要求小姐啊，想嘛输了咱这个你姑娘来输了，我的他想我经验了，
哪个比你高呢？哪个比相貌好？何爷，相貌好，啊，你相貌好当然去了。相貌好呢，我们还做闺女。相貌什么？我们要讨饭我，好要讨饭。哪做官？那做官去啊！做毛东个比讨个衙门官都不拿去做去。那在我学新上下，毛东个衙门官都来点，我扫兴了啊！那么快洗到一下身的布料的正门呢？我露天大舅舅，我露天大舅舅，我挖出来，扫下露天大舅舅，我。啊，龙凤祥哦，我太保证了。露天大街们，一个好生，喊个好生，好个多好生啊！露天大街哥，叫我多好生啊！叫我多好生，你看，半斤就跨动，那我跨动呢？那不我出来，少些半斤跨动的我，有我，他们来跑那个，嘿，那我正好我了，半斤跨动，一个好办，喊个好办，多个多好办，啊，半斤就跨动啊！我多好办了，那个。这边得人巴得不得，那么千刀万割，你要死了，就你要死，就你要死，就你要死了。我能讨香我，还有鬼的心我。但我读个兵道理，道理听过，你们读个魔人，这魔人嘛，那魔人们，那是做我的魔，都是你要死的，你要死。不要听话的，实际全都要当人，诚信好比谁哦，还很吃亏死的。是喽，那个用心的心，读过心，叫你要死，岂能不读？这么我写唱歌一张大锣要铃声观众朋友一声李虎龙这个喇嘛兵家境本的要来听各位朋友们想来听啊得定何为得不进 you